月亮，你用的是什么纸尿裤啊？哇，这款纸尿裤是我给我女儿试用了好几个月之后才给大家准备上的，而且你看一下，无论是我家小胖子肥一点穿，还是他瘦一点穿，他这种拉拉裤是松紧刚刚好，穿得非常舒适，而且不容易漏尿，宝宝也愿意穿。纸尿裤好不好？试一下它的分子量能够吸多少水。哇！你看一下它吸的快不快，直接已经吸到这里。筷子放在里面，然后中间三二不会弄。现在看到它是能吸300，其实它是能吸500到600。哇！继续往里加200。哇！哎呀，还是能吸，这些全部都是高分子吸水助力。试一下纸尿裤是否会反渗？这是一杯300毫升的水。普通的孩子一次也就尿个30-40毫升，一天尿个好多次，他才能够尿到300。它是肉眼可以看得到一个吸收，这是没漏，300毫升倒进去。这是2张纸巾。可以求去反射或者是尿宝宝屁屁红红明明不舒适。像很多妈妈经常问我女儿现在都快2岁了，怎么还没有戒纸尿裤？其实我们还没有打算给孩子戒那么快纸尿裤，只要在她上幼儿园之前戒掉就可以了。就想问一下其他妈妈，你们是多大的时候给孩子戒纸尿裤的？